好端端开车在马路上，突然有辆货车从右边急切进来，害得后方驾驶差点撞上，但货车驾驶却不觉得有错，还不断回头飙骂后方车辆。安住！哎，怎么样？货车驾驶 K 步步竟然直接在马路中央停了下来，还下车对着后方驾驶叫嚣：“怎么样？有怎么样吗？”你在上班？夸张行径发生在22号早上，双方疑似为了超车爆发行车纠纷。只是货车驾驶身为职业驾驶人，却做出这样的行为，不仅沿路逼车，还口出恶言：“让我检举你，你要不要我检举你？”没想到开车途中竟然遇上夸张驾驶，让后方民众气得到警局进行检举，也不排除提告，而警方也将依法进行举发。